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甲主亲近，一同坐落，唔敢开门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看啦，我徛伫门口敲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入伊那边，我甲伊，伊甲我一同坐落。有一位富人家境善巧，生活困苦，甚至连租房也付不起。有一日，伊的好朋友特别到伊厝内去帮助伊。伊伫门口敲门敲了真久，总无人来开门。伊问问厝边，拢讲无看到伊出去。迄个朋友搁在敲门的时阵，来未见动静，只好转去。有一日，伊伫路上拄到这位富人郎，就对伊讲：“我听讲你无钱付租金，前两日我特别送钱去你的厝，敲门敲甲真久，也无见到你来开门，我以为你出去了。”一位富人听了，真正难过地说：“原来是你呀、啊！我以为是房东来催租呢，因此我唔敢开门。若知影是你，我早就开门了咯。”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正徛伫你的心门外敲门，你以为伊是来追债，所以唔敢开门。还是接伊入你的心，予伊替你还清一切的罪债呢？是予你盼望吗？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拯救阮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伫十字架上为阮付上代价，救阮脱离罪的审判甲刑罚，搁要赐予阮新的生命。是充满着平安喜乐的生命，阮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你，相信你，天父啊，求你予阮一个渴慕的心，时常仰望你，亲近你，甲你同齐坐落，是何等的幸福！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